他肯定在出卖我，那看就知道有诈，我还老皮还想去救他。喂，喂，市长。进来啊，被整定了。你在哪里？市政府吗？我在加油。市政府，快点。OK， 好，过去。哎，枪带着啊。哎，好，有。大机也马仔哦。啊，大机也要，好好。要。OK， 好。哎，等一下哈，人还没齐。哎，再麻烦。哎，这是硕哥。哎，对，老皮。啊，这边十二个人哈，六二十二，一边六个人，来，我们先分一下。一边六个人，欸、这个对面的把衣服脱了。好，先跟你们讲哈，等一下哈，前一个弹夹哈，咱们就先别打人哦，打旁边，打边边，懂吗？这个毕竟只是演习哦，这个气弹有限呐、啊，先打边边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们再来打那个打真的，好吗？理解吗？差不多，我们用这样来换算时间呐、啊。我们10:20抵达那边哦，10:25之前都不要动真格哦，10:30正式开始。好了，那赶快就先这样，我们直接先去弹夹买弹夹的杂货店 ，Go！ 买满弹夹。等一下哈、哦，因为大把的现在变得超级强，所以大把我们尽量少用了啊。好啊，少用嘛，啊，就是还是可以用。台数可以用啊，就少用哦，射个几下这样子就好，意思射旁边的。啊，等下是6-6哦。等下啊，在哪边？啊，如果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最好是哈、哦，我们哈、哦、可以弄到后面来一个追逐战。跟谁追逐战啊？啊，毕竟是防空演习，那当然跟警察、啊。跟警察哦。哎呀、啊，他们知不知道啊？他们知道啊。全员知道。全员都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弄个海上的跟陆上的，海上追逐战跟陆上追逐战吗？你今天不是说要陆海空？陆海空啊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我不会让你逃掉的。全军一起准备发射，攻击！现在有两种做法了，一种要么就是我们先互打哈，啊，第二种呢就是换我们打警察了哈。哦，我觉得打警察哎，直接打警察不互打了。如果说我们互打的时候，那个可能警察就冲进来了呢。好了，先不管了，我们先过去再说了，直接去洗钱那里。好 ，OK。啊，好，刚刚讲到说我们是要配合警方模拟哈，就是如果这边有两个帮派在搏火的时候。那这边哈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待会是可以哈，可以还手的哈，可以打这个警察先生哦。那么我希望大家哈，秉持着一个，我们还是尽量以追逐为主哈，就是说有时候不用打得太准了。啊，我也知道说警察一定会打得非常的准啊，你们就尽量闪，尽量跑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尽量哈，就是上了车直接跑出去啊。要再不行哈，我们就跳海。那再来哈、哦，我们待会的第一个演练就是两个帮派之间的演练。那我们现在来分两边哦，分左右边哈、哦。有穿衣服的来这边，那准备了、哦。处长，可是说实在的时间不够，要不然我们就随便射啊，等警察过来啊。也可以啊，因为主要是警察演习嘛。那个市长说，等一下我们就打歪一点，因为等一下警察收到警报马上过来。警车声、啊，警车声已经来了。打警察了，管他的。好，我们这边演完了，打警察喽。警察在外面哦，楼梯这边有人哦。你是雷诺吗？射他！硕哥走，硕哥快跑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快跑啊，朋友们！啊，撤，老皮，我们撤。快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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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啊！你们游太快了吧？还是我绕太大一圈？我们再快点！小心对面有警察！我不用爆炸！我看一下他要看到我吗？啊，没看到我们。毙了那个警察！毙了他！他在对面。他们三个，有三个人。干！我们他妈一大堆人，快跑啊！跑！啊！你们开车，我毙了他们！
哎、欸，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警察出来了，赶快上车，快！停下，停车！妈，我再避开一次枪！快，你下来！妈的，硕哥，开他们枪！操！打爆他们的轮胎！要打轮胎是不是？快逃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哇！就这么撞上来了！哇，追不上了他们！你不行了，他们感觉不行了。我们再回去那边再挑衅一次。回去一次，快！喂，他们好像还在攻坚呢，不然我们游回去好了。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我们？我不知道，没看到我们，我上去开他们枪哦。我们上去把他们警车开走，这样子。我看到后面有一个警察在游泳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快游啊！看，游过去快艇。哎呀，真真，手举高，把他摔下去！快，快，快，把他摔下去！警察大哥要一起走吗？啊！我在船上啊！救我啊！我啊！我吓死你了！我把他，我把他。他笑到肚子痛，我看那警察太好笑了。他也不坐好，就他自己掉下去了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赶紧上来啊！拉库，拉库，拉库啦，拉库啦！他是雷诺是不是？故意给他们抓好了。没人看见我吗？哇靠！连腹肌八脉都在射我。附近那么多帮派，等一下呢？救世长，救世长，你在哪里？我刚刚在你们下船附近。我刚刚回头去，我把一个警察干掉。阿尼嘞，你不会被带走了吧？对，你赶快的，你赶快，你在哪里？发个 GPS， 发个 GPS 给你。OK， 没问题。他们在里面啊，他们在里面。哇！直接撞了他！啊！上靠了，上靠了，上靠了，上靠了！来，带回去，带回去，都带回去。我先送你回去啊。那个出卖你之后就绕跑，他肯定在出卖我，那看就知道有诈。我还老皮还想去救他。他是怎样？你们不要抓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同伴在哪，这样子。对，我就膝盖想也知道他一定会这样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就是这种人。好了，坐着吧。哎、欸，这边是演员集结处吗？是不是你的市长来了啊？哎呦，硕哥，硕哥，你刚是不是想出卖我？我怎么会？哇，我去船上拿那么重武器要来救你啊，结果都被电了。我看不出来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你被两个警察压上船。哎呀，啊，你这怎么会算出卖呢？然后你站在那边是不是说不要逮捕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同伴在哪，他会过来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个各位远景，你们知道那个刚刚这个防空演习的事啊？哈，还是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欸、我们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，哦、知道就好了。哎、啊，对了，我刚刚是想说哈，我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在里面打得正火热的时候，你们是在外面等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我看哦，迟迟都没人进来，我们才。啊！后来有人进来了，哎、欸，好像火力也不是很足，我们就跳海啊那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我刚躲我们都没那边。哦，你们从侧边要攻进来就对，还没进来哦。那不就都是我们自己人在打自己人、啊？我们正面有进去啊，我们正面有进去一台啊。啊，所以你们是攻坚进去，把所有歹徒全部都逮捕这样。对啊。哦，没办法，打。没有啊，那个你们船只的部分，我们直升机今天有点问题啊。那个我们今天警局的技工好像那个罢工啊，直升机出不来啊，没修好啊。没数没数、啊，下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以来市政府借直升机，好不好？对，啊，雷警探，应该应该也没啥数了啦，没什么事情啊。啊，你觉得你们这样子指挥应该是 OK 吧？我是觉得没办法。
可是 OK 啦。等下随便换啊，市长有事吗？我没啥事啊，知道。今天没代志，就今天最要紧的是已经可以解散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要先回去把枪换。你要跟我回去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哦，行。干！市长小心！我他妈就跟你说，市长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市长你受伤了？我看你是怎么了？市长，这位病患可能遇到了车祸。